是一条双行道，我的天，还偶有会车，这腿肚子转筋，有点饿了，下饿了，肾上腺素急剧分泌，然后大脑开始急速运转，迅速消耗掉了体内所有的糖分，肝糖原和肌糖原全部消耗掉了，哎呀已经开始在分解我的肌蛋白了。我脑子里想说你会说的是开始分解脂肪了，也有研究表明其实不是完全这样的，基本上这三个营养素的消耗是都会同时发生的。哦，就是说没有那么绝对的，像咱们认为说的。What？ 这 left 是万丈深渊的大兄弟。前面有停车场，看到停车场就感觉有希望。这若不是你坚持下来，在半路打道回府了。Peace。你这精致的侧颜是真好看啊！你现在在这吹捧我。你的鼻子很漂亮。你知道我的什么最漂亮吗？完了，要开始了，说吧。我的老婆最漂亮。嗯，好，谢谢。我们在大森林里面野餐。嗯。刘琦，刘琦，你在吃什么呀？雷尼尔樱桃。哇。来自华盛顿州。有个非常好的人，他在离开家之前把所有水果都洗了。这个人就叫做 Mr. Alpaca。嗯 ，Mrs. Alpaca 最喜欢吃的东西。我最喜欢吃的宝宝 food。嗯。迅速供能，美得很，美得很、嗯。小朋友们太幸福了，能吃到这么好吃的东西。嗯。嗯。我们现在来走这个行山径，它的总长度是0.5 miles，大概就是800多米。哇，这背肌，这臀肌。空气好好啊！今天大约到这个城市的时候，我就觉得怎么那么的热，热的受不了的热。哎，结果到山里，嗯，很凉快。天然氧吧，啊，嗯。过一些年之后，它就成了它，而它就成了它。前浪死在沙滩上。哇，这壮观了！嗯，是不是不虚此行了？你住那边，你照我干啥？看到你，我的人生就不虚此行了。哇，要不这叫什么 panoramic？ 哇哇，这就是拍照点呢、啊，太好看了！山顶还有个飞来石，哇，太好看了！还有个好看的女子，那还有湖呢。嗯，那好像就是咱们另一个点。我觉得这样看比直接看湖还好很多。直接看湖置身其中感觉不到那种感觉。对。哇，太美了，太美了，太美了。嗯。真是上了一趟，非常值得。嗯。而且爬着的时候都在想说，这都是看啥呀？这都是都是树，这是啥呀？然后一上。哇。穿三代。嗯。哦哦哦哦。啊。指点江山啊、嗯！你看，这就是我给你打下的江山。舔个小肚，没有的事儿。好开心啊！你找的这个地方真好。你知道什么让我更开心吗？哎呀，嗯，什么呢，老公？跟你在一起。这是完全没法猜到呢。哎，这就是一个标准的亚洲蹲。你要从全方位去看啊！你看。这个背很直，对不对？屁股没有眨眼，没有向下点的意思，就是。然后这个腿、膝盖和脚尖是一个方向。为什么得道只能要在大山里修行？就是像这样的，就这样。哎，你对着这个大山看一天，你就能领悟很多在城市的喧嚣中难以领悟到的道理。这衣服买的真是好。Lululemon 就应该直接付钱，请你给他们做广告。有很多人花费了巨大的努力，就是为了达成你这样的身材。哎呦我的天哪！哎妈，手机都吓掉了。嗯。我第一看我就听不下去。嗯。这把脸挡住了。嗯。哇，这是太美了，这真是。这真是够举世无双。绝美。嗯。走吧。